声轰隆隆，呈现台湾威武抗敌实力。今年国庆晚会首度移师台南，意义非凡。台南是台湾第一座发展的城市，明年就是建成400年。今天的台南不但有历史文化，更有着高科技的产业。目前全球唯一可量产3纳米晶片的聚落，就在我们台南的南科。台南有文化，有科技，台湾也有超强战力。空军在现场展示各种运输机、战机以及攻击直升机，大秀我国军事肌肉。不管是 国防部的军备展示，不管是 C-13 洞，不管是永鹰，不管是 IDF 幻象，以及 F-16， 这些都是国军辛苦筹备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军备，也充分显示了。呼应了今天国庆的主题，民主台湾坚韧永续。尽管天公不作美，晚会碰上大雨搅局，总统蔡英文都得穿上雨衣，黄伟哲更是凌晨落汤鸡，还是有上万人不畏风雨到场共襄盛举，就是想亲自见证台湾永续之路上每一个里程碑。山在这，海在这，我在这，文化在这，台湾生活我的心中今嘛拼搏拼搏行路。华视新闻黄天阳文上 SNG 小组。台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